我第一次玩劍擊接觸嘅時候係四年班嘅暑假，細個都覺得好好型啦。咁因為可以戴住個面罩咁同人打，好似嗰啲卡通片咁樣啦。喺贏嗰時候，其實好開心啦，好有成功感啦。 世界上咁多勁嘅選手，我可以其中一個參加到奧運，其實已經好開心咯。唔好放棄，去堅持，就算遇到好多挫折都好，都記住自己為咩開始。